物理这样讲你就懂。大家好，我是浩伟老师。今天还是有三位同学来现场跟我们学习物理，那我们请他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光毅。大家好，我是文畅。我是妮可。好，那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有推论过说单摆摆动的周期其实跟你的摆长开根号是不是有成正比的关系？对。好，那这两边的音次一样吗？这一看就知道不一样啦，这左边是时间，右边是长度在开根号。嗯，对，是不一样。好，那如果我想要让他们一样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呢？我觉得需要稍微计算一下欸。嗯，你们也同意吗？化解一下。嗯，好，那手上是不是都有画板？对。那可不可以请你们就你们手上的画板，然后这个式子我们推论一下，看看我要怎么样可以让两边的物理量它的音次是一样的。给各位三分钟的时间吧。好，好，现在开始。哎，不要忘记一定要做音次哦。好，哦，不要做成单位。好，大家都做的差不多了吗？好，都做的差不多了，可不可以把你的分析的结果翻面给大家看一下？哎，好像差不了多少。那谁先来分享一下？嗯，我现在讲好了。好，文畅来。嗯，我们知道 T 正比于根号 L 嘛。嗯。那现在这两边的音次很明显就是不一样。嗯。那如果要让这两边一样的话呢？那先把两边都先平方，那一边会是 T 平方，另外一边会是 L。那要让 L 会等于 T 平方的话，那要再乘上一个，长度分之时间平方。嗯。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长度分之时间平方呢，它就是加速度的导数。也就是说，要让这两个相等的话，那要再乘上一个根号 a 分之一。哦吼，好，那，你们两位谁也？那我先好了。好，我用两个颜色来表示，就是绿色的话是我觉得这个式子还缺少的东西。那我算到最后一样发现，它缺少了加速度开根号的导数，所以跟文畅是一样的结果。好，那妮可，我同意他们两个的算法，我算出来的也是最后要除以加速度开根号。哦吼，哎，这一次大家都很不错，都是用音次去做分析。好，那分析出来的结果也发现是什么？就是要去做除以这个加速度开根号嘛。好，那我们是不是式子就可以改成这个样子？好，那改成这个样子之后呢，我们来回想一下哈，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弹簧简谐振荡，它的周期是不是就是二派根号 m 除以 k？ 嗯，好，那因为这是简谐运动嘛。好，那单摆摆动也近似于简谐运动，因为近似的关系，它们是不是可以有对照的样子？如果我要把它写成等式的话，它比翼常数，我是不是也可以假设那个单摆的比翼常数，我也写成二派啊？所以写出来的关系式可能会变这样：摆动周期会等于二派根号 l 除以 a， 这样大家都同意吗？嗯，我觉得可以啊。哦，因为这样比较对称嘛。对啊，一样的运动，好，我们比较对称。好，那问题就在这个 a 啊。你会觉得这个 A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可能要想一下，就是就它的运动的形式，还有它用什么力去驱动啊，什么等等，哦，各位去想想看，你觉得会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嗯，我觉得啊，弹簧它是靠弹力在震荡，那单摆的话它是靠重力在摆荡，那这样的话，这个 A 应该就是重力加速度了。嗯。而且老师，我们到现在也只有学过重力加速度啊，只学过重力加速度，所以就是重力加速度。嗯 ，OK，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证明你们刚才的想法呢？不然我们可以带数据，如果数据的结果出来就是重力加速度的值的话，那就可以证明了。哦，带数据，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把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数据，好，我们秀在这里给各位看？好，那我们这个式子已经写到这里来，那请各位手边是不是有计算机？好，那你们可不可以画板放下来，我们就把计算机，你们选一组数据好不好？我先，
最看起来最简单的20，我要100。哦，你要100了。那我60好。哦，你要60好，那自己就选定了这一组数据，你们带看看。好，然后看看这个 A 这个值是多少。都好了吗？我好了。好，那光影你算出来是？我算出来是9.95。9.95哦。我算出来大概是10。十。我是9.97。9.97。所以大概是不是就是差不多9.9嘛？平均一下差不多。就差不多就是重力加速度的。哦，所以是不是就可以验证我们刚才的假设嘛？啊，所以单摆的周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 t 等于2π·L 除以 g？欸，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式子来去预测说单摆它摆动的周期哦。那今天这样上课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没有。好，没有问题哦。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拜拜。